好，欢迎您回到谢长廷教的现场。我们要带您来看看这个行政长吴敦义接受媒体专访哈，刚针对这个算命的部分来做好好的讨论。我们最后一部分讨论的到说呢，他说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政见空洞，真是这样吗？我们制作人就觉得不输牙，而且是跳票嘛，哈，而且是空心菜啊，到底输牙是安怎？我们先来听听这个蔡英文主席的回应。乡试县瑞祝福蔡英文高票当选，小英之友会新北市分部热闹滚滚，就是要帮蔡英文打打气。因为十三号报纸一打开，全都是行政院长吴敦义炮轰蔡英文的新闻。我有时候我也蛮羡慕，说有一天我哪能不能够有这么样的媒体，能够对我这样的报道。好，那我们的文宣的资源是真的比较少。热情的支持者，这是我们最大的资产。小英主席话说的酸溜溜，吴敦义这回接受专访可是炮火猛烈，吴奎批评蔡英文把马政府的施政绩效当成自己的政见，还提到蔡英文只提愿景，说一套做一套，更建议小英提出一些不空心不虚无的政见。如果我们的政策是空洞的话，那国光石化的问题它就不应该叫跟进嘛，哈。那我们这个非自用住宅的实价课税的问题，他们也不需要跟进啊。事实上，在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们看到国民党在很多的政策其实都是跟着民进党走。被批空心吞不下去，蔡英文拿实体证据大大反击。三立新闻花正森、邱婉柔台北报道。八年没有做好，就生怕我们搞成功。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有真正民主的风度，做不好就下台。为了台湾的未来，为了你我的下一代，台湾一定要改变。郭雨坚战友起飞，震动再次冷机，推翻张威扬，让大家过好日子，这是我们的承诺。好，大家过好日子，继续弯的波子。去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接近10%，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毛额接近20,000美元。所以就算不能保五的话，我想就说我们也不用太恐慌。多年来我们政府始终没有办法做到住者有其屋，以至于台北都会区还有不少的无壳瓜鸟，我心里也觉得很抱歉。2011年看起来它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么乐观，所以国民党拼命在宣传说黄金十年，我之前我就说我黄金十年到时候一定跟六三三一样全部是跳票的了，就是看衰台湾。我说是因为台湾本来就很衰了嘛，哈，对，所以讲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时候还在讲什么黄金十年，还在继续搞文宣治国，恐怕问题蛮严重。好，选第一次的时候你可以搞文宣治国，但是当你有过去三年可以检验的时候，你还可不可以靠着这个文宣跟口号来治国呢？就好像这个行政院吴敦义动不动就拿出过去的8年哈来这个检视一样，这三年同样也是要检视的。好，民进党提出来的是不是空心政策？其实今天呢有平面媒体就特别报道了，过去民进党的历任主席当中，这个蔡英文算是呢最扎扎实实好这个经营在政策里面来做思考的。如果这样子，吴敦义还要用一个伶牙俐齿说他是这个空心菜，其实选民是可以公平。民进党提出了哪些政策？郭明栋跟着对拜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这个刚刚徐律师已经有提到几个了。这个在蔡英文在这个去年8月27号，他公办都更的计划里面呢，他说要做社会住宅来使用。那么这个2010年的10月13号，政府开始积极推动住宅法落实社会住宅。在反国光石化的部分，蔡英文说国光石化不一定要设在台湾，可改设沙地、阿拉伯等中东的产油区。一刚开始呢，还有很多人质疑哦，甚至阿辉被阿公引爆了哈。但是呢，2011年的4月22号，马英九就总宣布不支持国光石化在彰化县进行了。但这里有伏笔了哈，不在彰化在哪里呢？台湾的哪里呢？哈，这边又是一个伏笔。飞鹤家园的部分，蔡英文他说呢，他直接就大胆提出来，3月的时候他说2025飞鹤家园计划1、2、3场除役，当选之后推动核四不伤转作为目标。当时人家亏啊，讲什么啊，一堆啊，来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徐律师他都有供电哈，安达莱马西金家的研判人哈，这个了解马英九操作手法的人就是说，这个原农会在这个7月10号先说核四提供是最有利的决定哈，核能安全委员会也是在讲说，再不改善的话年底要停工，那接下来是不是因为马总统会出来讲要停工了，有没有这个对拜呢？来，非自用住宅实价课税安丁力摆开金贼期刚来特伦哈，这个他说提出这个建立实际交易价格课税的制度。
当时吴敦义还在媒体工，我们早就在做啦，蔡英文才说要做，结果我们仔细检视他早就在做的呢，在建商利益团体的游说之下，又是一个七折八扣的一个法案哈。来，健保锁卡的部分也是，2010年11月10号，民进党爆料全台67万人健保锁卡，民进党、国民党这个不断的讨论，呢，到了这个2011年6月20号，38万人终于解除健保卡锁卡了，还有提高贫穷线的部分，按这波嘛特论做贼嘛哈，告诉民进党搞不要提高嘛，啊提高了并赢的政绩哦，是啊，啊进前咧特论给哎调整的时阵，要不要给你调哦？我记得这个贫穷线的时候，我们在两个过年前呐、啊，就是前年的农历过年，你看咱那家偷轮矿外外故宫，啊，外一人靠定来老百姓，靠定啊，对老百姓啊。迄个时阵伊都唔做啊，但是后来民进党包括你看你即阵啊，等等啊，唔是做啊。所以，民进党记得在野党过去的提出一些政策，难道不是国民党接下来也跟着去落实吗？我讲一个总统直选好了啦，马英九一直那伊咧做政府员，要哪讲啊？最后他现在在享受总统直选的成果嘛，对不？是。我想哈，咱大概看伊这一。